他有卡住吗？卡住是什么东东？左打，方向盘左打，来倒车一点，倒车一些些。啊，你右前方自己看一下啊，来后退，后退，没有受伤啊，没有东西刚掉掉。来，好，好，来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来我车面，我车前面捡东西。看来你可以开了。那我可以开了吧？可以可以。谢谢。